开放式的军装。这个球安打，哇，打后果然是来进补安打了。这个球的位置有打安打的条件，所以这个平位球就没有办法拦下来，就偏高了。那这个球跟的也很好，重心维持的很好。跟大家来说明一下，这个球接不到了，安打了。刘耿昕，你再怎么厉害也接不到了。哇，郑达宏，这场比赛面对廖玉，哇，郑达宏果然生涯对战廖玉成有40.44%的打击率，有30几个对战的打数了，所以真的还很值。